高达市云林国小伫咧今年创高满30周年，为此校方安排系列的校庆活动。七号即天，除了安排学校学生来到附近的寿天宫音乐演奏甲跳舞，同时来迎接妈祖圣会。最后，校方更是透过高达市区圣会巡礼方式，向民众来宣传，将要伫咧12月初9盛大登场的校庆活动，邀请所有毕业的校友、退休老师共同登。去到校园来庆祝。云林国小学生一透早就来到斗六寿天宫进行着各种的才艺表演，除了有着乐器演奏，同时也有热舞表演，让人感受到学校满满的活力。为了迎接学校30周年校庆，校园是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。在咧12月初7即天，大家来到庙宇迎接妈祖的盛会。从参与那个学校的家委会，也让我。感觉到我们所有的家长还有老师他们的用心，所以我们更加在这30周年的时候要把这个校庆运动会筹备得更好，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感受得到，就更有梦想，更美好这样子。云林国小就位于斗六寿天宫边，即摆通和学校共同来迎接30周年校庆，无论是学校或者是庙宇，伊拢感觉非常的欢喜，希望会当伫妈祖的保庇之下，和30周年校庆一切顺利，同时也来保庇学校愈来愈进步。云国小在斗六寿天宫的隔壁，相信在云国小在相信在寿天宫的妈祖保佑之下，也更加茁壮啊，校庆办得更加圆满顺利。时间过得很快啊。我们云林国小在寿天宫的旁边，一直受到天上圣母的庇佑，所以30年来发展得非常的好，尤其是现在校长的领导之下，云林国小欣欣向荣。在了吃过妈祖的盛会了后，随后云林国小也伫到了市区，以盛会顺利方式向民众来奉上，学校将伫12月初9盛大举办30周年校庆。邀请到毕业校友，告诉民众哪当拥有前来庆祝。我们今天展开圣火传递，那像这边也要邀请所有云林国小的校友，透过传递的路线，在斗六市里面，让所有校友、让所有家长知道，我们云林国小在12月9号礼拜六早上，在云林国小的操场里面有一个扩大的校庆运动会，敬邀所有的校友、师长以及家长们来共同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活动。云林国小伫今年已经创校满30周年了，为此校方是安排系列庆祝活动，同时活动重头戏也将伫12月初9来做登场，也请全民都能拥有前来。记者江怡采访报道。